杰克兄弟新品上市迷你红薯，精选优质原料，专业种植，安全无污染，表皮采用紫薯粉，内瓤以新鲜红薯泥为原材料，大小适中，一口一个，其烹饪方式简便多样，无需解冻，微波炉500瓦加热1.5分钟，烤箱100至200摄氏度5分钟，油炸180摄氏度1分钟。烹饪好的迷你红薯口感绵密，香甜可口，这样一道健康低脂的美食，可做饭后甜点，咸口零食，老少皆宜。杰克兄弟，自由自在的家乡味道。